在那儿伸个懒腰啊，我过来看你了，过来看你了啊，好好好，今天不生气了吧？今天啊，老是跟我生气，最近，真是的。看我给你拿了什么，这给你罩起来啊。很多粉丝说那个，他那个笼子太空了啊，没有罩起来，没有光线，他就没有安全感嘛。对吧，所以我给它罩起来啊，然后让它的屋子对吧黑一点，对吧，这样就可以在里面睡觉嘛，对吧。这个是我自己铺的单子，哎，你这个水都弄洒了，再去给你弄点水啊。你别，我上来你就尿好吧。然后那个罩好了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我给他再搞点水啊。然后听网友的建议啊，把他这个狗粮全部倒掉啊，然后每天给他加，慢慢少起来，把狗粮少起来，直到他每天吃完嘛。他说这个量是最好的嘛。
先试一下，每天都少一点。然后今天这么多吧，今天这么多给他。来，过来，吃吧，吃吧。今天不给他剪毛了，今天。昨天他这几天应该是不是昨天这几天他闹情绪闹得特别厉害，一给他剪毛他就生气了，今天不给他剪了，把他卫生给他搞一下。还可以呗。这家伙也知道吃新狗粮哦，不吃旧狗粮，嘿嘿，家伙也精明的很。他的那个尿味啊，说实话还是挺重的。说真的，我感觉每天我的这个衣服啊，每天，对吧？最多穿一天，对吧？然后就要洗掉啊，因为不洗掉的话，就这个衣服上面都会有那个味道嘛，对吧？大家知道的。本来那个楼下被那三只狗搞成那个样子，确实也我也很无奈啊，没办法，说实话。因为这个天确实太热了，这个天热的情况下就，唉，对吧？你说姐大手嘛，可以带着他们出去的，因为姐小手就没办法嘛，对吧？他们都是成年的狗了，对吧？你我也，你看我流这么多汗，对吧？也知道我也没办法了，我也尽力了，对吧？现在最难的就是，哎，现在最难的就是怎么把毛豆的毛剪完，怎么给它洗澡，现在是我考虑的最难的事情，我觉得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真的好多人说怎么不带去宠物店，怎么，我都说好多遍了，我们这边宠物店不给这些流浪狗搞这个东西，因为他们也是私人的。一个宠物店也就是一个人，对吧？在那边搞，对吧？毛豆本来这个狗有点脾气啊，我这一看，对不对？像我养它三个月了，它对我还，对吧？不开心，对吧？也要那个，对吧？别人的话你更别提了，对吧？到时候比打仗还难，我估计。所以的话，唉，就感觉很难嘛，就感觉，唉，看吧看吧，反正今天肯定啥都弄不成嘛。今天让他再放松一天，然后明天再那个，明天继续给他剪毛吧。因为他刚尿出来，那个味道确实非常的重啊，所以的话我站这里也很无奈啊。他自己倒是舒服了，往那儿一躺，吃完了，吃完记得喝水啊，毛豆，毛豆，毛豆，哎，你也知道我在叫你啊，吃吧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浴缸放哪儿的，放这儿的。哎呀，浴缸可不小嘞。哎呀，太热了！今天的热和昨天还有点不一样。今天的热是属于那种闷热。昨天是有太阳的大热，对吧？感觉就不一样。我去，哎呀，我天！哎呀，讲真的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？就是那种，就是能够消除这个狗的尿的那个味道的那个东西啊，有没有？因为确实这个味道确实有点重哎，我真的很无奈，真的很无奈。真的是很无奈，但是咋说呢，这个东西，哎呀，我是习惯了，说真的，我真的是习惯了。哎呀，现在中午，对吧？过完中午了，应该说是饭还没吃呢，就喝一瓶啤酒，对吧？哎呀，来一瓶啤酒，酒瓶9.8吧，好像是一瓶1块钱。哎呀，太热了，这个天。今天视频估计也没拍啥有趣的啊。
大家能够见谅啊。你想喝吗？你想喝吗？你不想，知道吗？